吃月份，我跟你拼哦。我也吃，我也吃。阿妹，阿妹，你头条阿妹先吃哦。我刚刚是在照相，是这样对。讲的人哦，阿妹，来拿起啊 ，OK OK， 没事，水不要紧啦，喝了，哎，喝了，我很高嘞，没有，好了，赶快吃啦，好了，吃啦，但你姐姐看着讲，这是啥物啊？你姐夫看的，啊，我这边呐，我有没吃？对，我这边有吃，你们白开水就好了。阿芬好年轻哦，真的不给，对呀，对呀，阿芬跟我讲过，表妹，你是表姐，你表妹，真来对，你是十五年啊，嘛无贵哦，十五年，四十五，恁四十六个呢。哇，阿邓，哎，我嘛四，我四五，阿邓，阿邓四四嘞，四四嘞，叫阿妹，阿叫姐姐，我四五嘞。啊！你是姐姐啊！你袂使叫阿妹。那一般是四十五跟四十六。四十六，因为我们是连尾的。四十六，阿邓魏同学，阿邓跟魏同学比较大。阿邓是四十三呐。对对对对，魏同学是四十三。这么姐姐呢？姐姐是。就是一只嘛，我就回去，他都是有球鞋啊，要鞋子，要鞋子啊。所以做隔壁啊，你啊，都差不多。其实我最支持的，你在后面打香港红协会，我买单。阿比哥，你是美东还是美西？美东哦，那明年还有目标哦。我们这边男生拿到上了，来去香港找介绍。要微胖才好看，真的太瘦又不好看了。可是还是觉得很多肉哎。啊，不然你要怎样？骨架就是这样了。哎，然后瘦瘦的，那你就干脆姜黄饭了。你不要再说了，那怎么可以？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有啊，你要可以进来，我就是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关注，太棒了，回来了，已经可以多吃。你在学校太瘦了，不是你们来找我，还有一阵子叫我胖吗？就很不喜欢。你在美国的时候宅女，你最幸运，难怪我是宅女，都在家。不过你美国的照片，我只是不是在电脑前面的宅女，我也算宅女。我肯定谈谁去了？哎，儿子现在也快退伍了，您当然退役了，来给他要很久，他才会回。不是啊，一月都没少。我的款来，我肯定不是啊。他们怎么这么紧的？就是想看，是啊，是啊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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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
啊，那你在只有在家才会用 iPad， 对不对？嗯，很多，差很多，对，那是那个手机那么小，而且你们有时候不要插进去，就插进去太久，比如说你是在讲什么，前面的话，对对。好了，好了，
玉玉团转下来，好累啊。